就是要有这种突破，去撕裂对方的一个防线啊，才有机会。二四二十，但是那个胡凯翔头一次出手没进。哦，这边拉拉连线，所以分数啊，很快的追到了，只剩下两分差了。利用切传找到外围的机会，卢杰明出手没进，可惜。但政委已经做到他该做到的事情了，这一次的快攻被艾夫摩给盖掉了。前面又是一波的反快攻，多打少给到政委，哦，再绕过来给到卢杰敏空切，滴滴都没有人要出手，客气了，大家都客气了。不过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滴滴的中距离拿到分数。刚刚那球感觉他一开始没有准备好，但是后来还是出手了。胡凯翔直接拔起来了，哇哇，这云豹的防守真的很伤哦，在整个攻击面已经打得像算蛮流畅的，但是这防守就是阻止不了别人的得分。对，因为一旦你采取区域联防，外围势必是会有射手的空档哦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回还是歪。我今天在第一节的后半段，整个三分球的命中率，云豹就相当的不理想了。艾福伯一个人向前冲，要一个打三个了。这边拔起来，直接跳起来，中距离，果然是身背24号的男人。三夹之内接空档，28-25，第一节比赛结束，桃园有风云豹靠艾福伯拿下13分3篮板。领先了台钢猎鹰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再聊到第二节。好，我们再次提醒。好，我们的对比上，林奕卷、关龙宇、大年初一，还有豪，还有俊，这六位呢，赶快找我们观众集合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拍档的朋友呢，可以看大荧幕。如果拍到你呢，我们做个一个非常可爱或帅气的姿势，或是跟镜头挥挥手，就是你们的。对，不要害羞，来跟镜头挥挥手，就看前面。对 ，Hello， 哦，非常感谢云豹的电光，哦，这个很帅，小妹妹就是你了，很棒。来做个 pose 吧，你可以挥手。哎呦，这是这位美女，都这个好吃吗？请看大荧幕拍到你们了，这个嘴巴。嗨，好，这边跟各位，我们外面摊位美食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去来买。好，谢谢你，欢迎来到我们云豹人电光之战的主题日。今天赛事需要大家一起加油，感谢你们，谢谢这两位朋友来到现场帮我们加油打气，谢谢。好，如果有电光之战的拍拍的，我们可以拿起来。好，这位 A 区的朋友可以拍到你们了，来，不要客气，请看大荧幕，就是你们穿着黑色外套的，对，是海龙。哎，找不到镜头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看这边，手机不要再看了，除非你是在玩问答题目。哦，谢谢你们。哎，镜头看到你们了，请看大荧幕，看大荧幕就是你们，红色衣服戴帽子的。哎呦，非常的亲密哦，很好很好很好。好，我们欢迎所有情侣夫妻来到现场看球。拿到 Howard 的球衣，希望 Howard 有看到你。对，拿起来没关系，我 Howard 的球迷欢迎你。好，对，就是你了，不要害羞。这两位美女面对镜头会挥手，对，不用捂嘴巴。哎，很好很好，做得非常的棒，很好很好，感谢你们来到现场看球。好，有了，有拍到你了，耶、yeah, ！欢迎你，谢谢大哥。欢迎回到 Eleven 体育家族。今天云豹在主场面对到台钢猎鹰的比赛，第一节目前双方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大。要进入到第二节之前，我们请球评先来谈一下，你怎么看哦上半场两队的一个表现哦？第一节艾福伯可以说是一个人扛起了云豹整体的进攻啊，单节砍下了13分。那台钢猎鹰这边一开始的状态没有很好，但是后面有慢慢回温啊，外围射手是不断的进球啊，所以目前只落后3分的情况。又是要高调到篮下去啊，修罗摆进2分。哦，所以在禁区里面的一个。